让新闻。欢迎收看《新光影让新闻》。鼓掌！真的是鼓掌！我出现了！我讲，以后你叫我 MC King。你大概一个月会来两次？对，就是大概就是像月经一样，就是一个月来一次的概念。过分嘞！哎，我也不想啊，好不好？你要骂骂宪哥啊，我有什么办法？那真不敢。但是我跟你讲，每次只要我一出来。就是有巨星要出场，因为他镇不住凯凯那个笨蛋，对不对？他来，哎、欸，不是凯凯，哎，子瑜啊，曾子瑜那个笨蛋，他来，他怎么可能就撑得住我们这些巨星的来临，对不对？只有你这个比较大分量的，我最近有变瘦，好不好？所以大家，你们知道今天的大来宾是谁吗？还是我们就这一整集都不要告诉大家？不行。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我觉得可以。真的吗？好不好？哎、欸，废话不多说，马上来欢迎他们，让我们郑重的欢迎八三幺。八三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健。嗨，我是节目组小菊。我是主唱阿福。Hello， 我是贝手八天。嗨，是吉他手刘斌。耶！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怎么样？八三幺大概是我，就是你知道，从。最久到现在，就是一直觉得说哇，真的有乐团是可以一直进步的那种，就不是说突然陨落的那种。有些人会冲起来，突然急剧陨落，有些类似，那有些人是可能就是一直很努力，因为乐团大家都很辛苦。你不是也是，所以我就是陨落那个，然后这中间当然就很多变化，有些换团员啊，像新来的这个。电歌，然后其他都是我们就很熟悉的脸孔。然后今天看到他们，就是接下来已经不是他们已经根本不是平起平坐了。我们一直在下面，已经得过金钟了。我们连入围都没有，有没有？不是、啊、你也不是啊，什么东西？你也得过啊？镀金啊！我镀金，我金哥，我金哥，金哥，金哥，金哥好，金哥好。哎，但是你们真的不一样的原因是。接下来你们要开的演唱会，对，是很可怕的。对，要不要趁机宣传？介绍一下。赶快现在宣传一下，我们在2018年的9月1号，当了第一次站上小巨蛋。哎、欸，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哎、欸，你现在才一月，对，你现在宣传9月的演唱会，就先让大家知道。你们是怕那个票卖不完，要慢慢卖，卖半年是不是？是因为过年大家会领红包嘛，大家知道红包要做什么吗？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卖票都还不知道的。没有，我们大概3月到4月就会开始卖。是，可是我一直很疑惑，是因为以往就是八三幺在举办一些比较重要性的一些演唱会的时候，都会选择在8月31号。对。那为什么这次选在9月1号？因为9月1号是礼拜六。8月31号订不到。那礼拜五啊，礼拜五。哦，所以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因为大家都可以参与。哇，我跟你讲，大家会为了八三幺选择八三幺去啊？真的吗？真的啦。那你会哪天来？哎、欸，你们要办几天？我确定卖得好就办2天。我跟你讲，我就第二天去，要不要？好、啊。我就预祝你们第二天一定会再办一次。好、啊。好不好？加码。如果办的话你就来。你一定要去。哎、okay. 欸，我去，我不要坐在底下哦。你要上去。你要从台上跳下去。我们以前八三幺跟 Service 的关联、啊，至少2-3首歌是一起的。你要从台上跳下去哦。可以，以前我们就是 circus 啊，跟八三幺就常常去春啊，一起去的音乐会。你也一起去哦？我一起去，然后我们知道联合演唱。你们敢跟他们联合啊？哦，你知道我们？哎，你知道以前八三幺是帮 circus 热场的，好不好？对，大家就知道我们什么苦都吃过、啊。辛苦了，辛苦了。就什么苦都吃过、啊。那么厉害，要帮他们这些什么烂团们暖场。没有啦，一起表演。他们应该私下会教你什么？霸天本来是要当我老师的，但是的话他自己就是很懒惰，然后就是再加上我这个就是比较懒受受教，后来我就取消就是对他这个老师的这个学习。好，我跟你讲，今天真的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们是巨星要来到我们现在新一区的这个 A8 新光三院 A8。那我们今天就玩的比较不一样，原因我怕你们等一下在这个地方引起暴动。有些礼拜一应该不会有暴动吧？我觉得现在我们有时候巨星啊，要营造出一种假象。好猛哦！哦哦哦！哎哎哎，帮我维持一下！哎哎哎，维持一下，这样。好了。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玩一个感觉。好，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用快闪的方式在底下表演。新企划。对，新企划，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新冠状新闻做了也大概快一两年了。差不多。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推陈出新这样子。然后上次我来是有那个躲猫猫。第一季。对，躲猫猫就还蛮刺激的。然后这次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企划，是那种快闪的一个企划这样。那但是快闪你们这样出去的话，是不是？就被发现了。我们是不是来选一下戴个面具？戴面具好不好？不然先偷偷摸摸的。对啊，所以大家如果在看直播的，或是在这个附近的呢，可以赶快来支持831。那但是底下随便在那种逛街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不知道你们要出现，就不知道对不对？就知道。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下去，就要马上直接表演这种演唱会等级的这种歌曲，好不好？哎，那快来先选。最喜欢浩克，因为我是双面的。好，这个浩克看起来蛮……我喜欢一个僵尸。等一下，牛逼！你把那个面具戴上。嗯，是戴上的。不是，你戴上跟没戴上好像长一样。没有变嘛？没有变。好了，那你就戴那个，就戴那。那这个要选这谁啊？这谁？我要选个人来拍。我来。我要蝙蝠侠，我要蝙蝠侠。你要蝙蝠侠是不是？我要蝙蝠侠。哎，那你什么？自备。哎，自己有带啊。自备。这是他平常的嗜好。对啊。你要蝙蝠侠。我要蝙蝠侠。可是这个是谁？宝儿的那个。我应该是跟宝儿一对吧？啊？我应该是跟他一对吧？因为我觉得你蛮适合美国队长。哎，我是跟他一对比较帅吧？蔡全来啦！一把还三把？啊？一把还三把？一个定胜负啦。一个定胜负啦，好紧张，剪刀石，因为那个美国队长不好看，美国队长戴起来会有点像 AV 男优，所以我现在你知道，我毕竟以前也是真的是很秋的，你现在是831很代表，你是831很秋的，我们现在两个秋的代表，对，哎，只要在七带上这个，哎，而且这也是真的很瞎，对，发光的，哎，真的很高级耶，每个都会练。下棋，男友，哎，不一样，你是得过金钟奖，金钟男优，金男优，镀金的男优啦，这话要聊多久？好开心哦！好，没有，但是到今天我们等一下出场。不一样的出场，坐电梯无聊，走路，就跳下去，危险，可是很有聊，可是很好，要上医院，对，他上头条，不行，我们今天要来一个就是全亚洲户外最高的一个立体螺旋溜滑梯，哎，最近大家有看到那个新闻都有在讲，它很厉害哦，高大概16公尺，对，全场是12公尺。然后你这样滑下去，只要8秒钟。哇！16公尺应该有5层楼了吧？16公尺大概5层楼差不多。5层楼。对。可是因为它是螺旋的。它是螺旋的，就是螺旋的跟那种很薄的都会比较有不同的那个。会有什么？玩的会有其他不同的感觉。真不愧是男优。你今天是不用一把扯的，完全没有状态。对。直接去旁边看一下吧。好。哎，我跟你讲，等一下。如果你们要快闪的时候，我说真的啦，我等一下也上去合体一下。好啊，当然好啊。热血巴士，记得什么上吗？来去夏，当然，哎，我都忍耐你们来去夏威夷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了？你们用了这首歌去代言了某个乐园。小人钱啊，对啊，没有，我刚刚记错另外一个，没事，你还好啊，没事，哇，我们来到这个螺旋溜滑梯的入口，哎，这很屌哎，这叫就直接下去了，这个回音应该蛮大的吧，哎，而且这个是那个。铁的，如果他没有加这个的话，可能下去真率直接六倍，因为他可以泼一点油在上面。六倍，太危险了。所以这，欸，我们可以请这个就是工作同仁，不好意思，请问叫什么？你好，叫什么名？叫杨明伟。请问这个安全吗？
安全，安全非常安全。所以如果不加这个布的话，危险，所以真的会六回六步。是不会啊，因为你有穿衣服啊。哦，因为脸朝下可能会啊，电哥，电哥来啊，对啊，你就不要那个啦、啊，我就看你两个手臂，是心全脱掉，对，好了，安全第一，我率先试足，好，我先下去，你要先下去，我先下去等你们，好，好不好？而且我就是先就下去之后，我就要把这个戴上，哦，好，然后等一下呢，我就会拍这个在那个溜滑梯里面的那个。风景给大家看一下。好，啊，来，那我去可以看到你整个溜下去的地方。好，对，好，那你们先去，你们先撤。我们先走楼梯下去嘛。你们可以看我。就交给你啊。变我一个人玩就对了。加油。好。刚刚那边。好。跟他们去。哦。等一下啊、哦。好的，对。哎、欸，很紧张哎，等等，先让他调好，我看到，先让他调神经。OK。OK。好，他手。哎、欸，我要接下去了。手这样对夹紧。等一下。这很快吗？稍微。啊？稍微。哎、欸，等一下。你头要抬起来。你可以帮我按摩一下头。好。我颈部帮我按摩一下吧。好，没问题。放轻松。不是，不是你不要怕，不是怕的问题，不要怕，不是怕的问题，是戴个面具给我。他很刺激，我觉得你们会不会闹我？他会不会中间就有一个断层？你说他就会飞出去吗？好了，别人应该是不会。各位，我要先走，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试过，所以我还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走。都保持这样子哦，好，小心哦。超快的，而且中间会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它会有一个横条，然后过马路那个横线有没有？所以你会讲，很好玩呢，超好玩的，可以，那831可以换你们下来了，好不好？快点，等你们，真的非常非常好玩，快点下来。好，就整团就等你吗？我也怕高，是我蛮怕的。我们之前坐那个高空缆就超恐怖的。啊天啊，那你们谁要派第一个下去？但是不怕的啊。牛逼啊！他是好客哎。对啊，好客。好客，现在生气了。牛逼，先下去。先把它弄坏，我们就可以不用下去。哎，所以我现在去吧。Yeah，Let's go。牛逼加油！牛逼加油！牛逼加油！铁牛在下面等你。把那个溜滑梯破坏掉。酷的。可是其实看蛮高的啦。对，看起来很高。那有人是喜欢溜滑梯的吗？溜滑梯，大家还在三岁吗？现在还喜欢溜滑梯？太可惜了。我就喜欢。你还没长大吗？现在还在。问了个蠢问题。然后下去。好，等下放学带你去公园玩溜滑梯。感觉好危险啊！去了就回不来了。我要看牛逼应该会很成功。对。真的，他完全是。他装不住嘛，所以牛逼是你们团里面最大的。要先大叫一声呢，也，他不怕高，他是少一根绳，对，就哦比较傻里傻气的。他是傻里，他很聪明，他很聪明的，对。不要这样批评他。傻里傻气是可爱的，对，他是可爱的，可爱的。牛逼怎么知道跳啊？怎么知道跳去啊？牛逼很厉害，对啊，傻了。不要抓着那个、啊，哎呦！哇，他保护他刘海，他保护他刘海，不用，他保护刘海。对，真假的？他刚才这样说，对，脸丑哎。对，你知道刚刚就是我要出发之前呢、啊，他就说，哎、欸，你这衣服可能有点止滑功能呢、啊。所以到底怎么样快、啊？哦，好快啊，真的蛮刺激的。刺激。可是你刚刚脸下来，真的、哦，真的很逼急，很逼急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帅哦，真的不帅。哦天哪、啊，太惨了吧？没关系，我们现在看后面，看一下，看后面，看一下，看一下。哎、欸，可以陆续下，可以陆续下。真的哎，谢谢。不是以前去那个水上游乐园玩都会头朝下，然后下去之后超痛的，下去吃水。对，因为你们都玩这么大，蛮大的、啊，而且现在有时候弄到你会流鼻血，蛮害的。直播里面流鼻血似乎不太好，这样人家认不出你是谁不用戴面具，不用戴面具。不要你被靠走，妨碍风化。哎，我小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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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菊大叫，哎，小菊。
还在那边叫，是不是？还在那边叫。他还没下去开始叫。他刚才说他有点紧张，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叫。会啦，真的到自己的时候。对。我一直很想往高处看。你一直很想玩。对。可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会怕，就想说如果有一群人一起跳的话，就比较敢。你是说一次？是你的团员啊？一次一起跳，没有这勾的手一起跳。他下去了。他下去了。啊？去了？没有啊。Wait。下去了吗？他什么时候下去的？现在。没有现在。给你来一我靠！哎、欸，怎么样？很可怕，很可怕！而且你刚才，对，哎、欸，听说你蛮怕高的、喔。我很怕高啊，我得到高。我看小菊现在腿软哎、欸。哎、欸，来，你真的是腿软爬不起来，是不是？所以你还会再来玩？你还会再来玩第二次吗？对啊！你还会自己来玩第二次吗？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不会再玩这种东西了，不会再玩这种东西了。但是蛮真的蛮刺激的，真的很好不好？好，第三棒，第三棒谁啊？然后上面，一下就可以看到高空这样子，刺激耶！来换霸天看一下霸天的反应。霸天会怕吗？他应该还怕。他刚才感觉也是就是谈笑风生，对，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等一下我先好了，因为你比较怕。那为什么我要最后一个？太恐怖了吧！不要，那他好可怜哦。那我在前面啊，对啊，恐怖哦。他下去啊。好。好恐怖。对啊，真的吗？会真的会怕、啊？我现在有点紧张。高的东西我会怕、啊欸。他下去。假冷静，假冷静，其实蛮快的。而且你刚头发全部冲起来，是吗？哎、欸，怎么样？就是我还没准备好就被推下来，所以你是还没有准备要啊的时候就已经要下來，对，就啊對，就到了。是啊、喔，对，是，所以下来才啊，也是可惜。啊，感觉怎么样？其实还蛮好玩的，因为我一直。蛮想玩高空弹跳的。他刚刚就是跟我讲，他说他就是比如说自由落体啊，然后这种 sky diving 什么，他都想去试一下。但是我一个人有点不敢，所以想说拉大家一起。对，我看大家一起才恐怖。对啊，是很害啊，我觉得。因为你变成说，哎呀，谁要先？然后就后来就不用你先，对，先就说后面就说快点。可是你就在最上面在抖，对不对？那什么怎么？对啊，好不好？所以这先来体验一下暖身 rehearsal。没错没错，好，接下来我们换得到的是换谁？电电，好，电哥 OK 的啦，好，哎，下去，他说什么？来了，好慢哦，救命，脑慢哦，哇，救命啊，脑慢哦，哎，是不是我的皮衣卡住啊？对啊，有可能，变态哎，还好，因为其实我很怕高，哎呦，你软脚了，不是太软了，哎，八三幺最胆小的是谁？最胆小，可是电哥不胆小，但是他怕高，我怕高了，他高胆小。哎，还是我们先去准备一罐润滑液，就是先顶在那边，让你们的队长阿普可以享受最快的快感。其实我刚刚跟八天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来，阿普。好了，可以。这个布袋对他来讲太小了，不要太高，不要太高了。他好像没有保护。你的镜头说点什么吗？你下去了。就下面见喽。哈哈。这样子哦。也是要拜拜。可以这样。拜拜。哦，可以拜拜。你可以抱。啊，我紧张，有点紧张。就这样子哦。对。下去了。啊！你还推他一把，还推他一把，快啊！哇，超快的，他超快的。哇塞！哇塞！超快的。超快的，你怎么快？快，真的很快。你超快的，哎，头很晕哎。你超快的，那是我两倍速。哎，自从当了偶像之后，应该很少就是有录节目录成这个。蛮嗨的，蛮好玩的，开心嘛。蛮嗨，开心，超好玩的。哎，可是我觉得那个什么那个新哎换宝了是不是？对啊。我要下来了吗？我汉哥真的。好，可以吗？好，可以。来，可以了，先下来，等一下。好可怕！可以！我想说，对，好，然后手这样，
就这样子就好，然后头抬高，头抬高，下去可以了。头抬高是什么意思？头抬高，你头低了会撞到我，下去了，好，来。很快，好可怕，很快哎！对，我那我第一层。哎，只有他跟阿普是口到这边呢。对啊，你知道阿电刚刚在那边吗？我卡住了。来来来，你下来下来下来。好紧张哦，有点软脚，现在有点软脚。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归好玩，可是好像有点不吉利耶。不吉利，为什么？因为就叫你们往下滑的感觉。不会，那我们爬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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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回去。不然不会，是叫你们就是溜起来，就是你知道越溜越顺呐，好不好？顺啦！哎，各位要办正事了，因为我们等一下呢，就是因为在信义区这边没有人知道你们要这边快闪的表演啊。那我们有给大家一个关卡，就是要戴上面具。所以等一下呢，就发传单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尽量的叫这些路人们。有些不是你们原本的粉丝，然后来看你们的这个演出，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go了，好不好？那就戴上面具。好，出发。好，我刚叫的喉咙好痛。我也是，我现在喉咙好干。我要叫我的那个变态哥。哎，可是我自己蛮喜欢美国队长这个角色。我就是最讨厌美国队长。我觉得他蛮帅的，而且美国队长在那个。在那个店里面算是真的还蛮强的角色，因为他打赢钢铁人，对啊，你搞得莫名的打赢钢铁，这到底为什么他可以打赢钢铁？到底为什么？好了，去玩游戏哦。哎，我跟你讲，如果我带这样，真的有人认不出我，我真的给他100块，真的啦，这不可能。问他拿出来，你不讲话还好，不讲话还好啦，屁啦，真的真的。哎，好，哎。阿普帮我们拿一下床单，床单，床单是什么？喂，哎 ，AV 男优真的很容易讲出这种有关于房间的一些事情。啊，来来来来，这个这个，上去就怪怪的了。不是，我这个视野变好小哦。哎，我会头晕呢。对啊，有点看不到前面，你知道吗？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哎，来来来，我跟阿普来走，来前，来那个那个，来来来，在中间哈。床单，床单。来来来来来，哎，现在就可以开始发了。可以开始发了。对，你可以。这边有一些同学，他们有看到我们，对啊，他们有看到。但是你要跟他们讲，你们等一下会有表演的、啊。哦，对啊，哎，同学你们好。对。哎，不能讲这些谁，只要讲到，只要跟民众透露你们是谁的话，直接现场一巴掌。我说，我是蝙蝠侠不行吗？等一下，可以。要是我们打民众一巴掌。还是自己自备吗？你为什么还戴眼镜啊？我是老师。对，哎，我这个还需要拿吗？还需要。哎，我觉得831的那个人气好像蛮高的。人气。哎，这边要不要也发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广场这边这些人都是他们的粉丝。对。不重要，就主要是点一下。哎，你们要认真宣传，你在干嘛？不要在聊面具的事情。因为我看不到表演。而且他们还可以直出。分一点，分一点。对，没有，其实这应该很难。哎，我跟你讲，不然就这样啊。因为以前我也有打过这个发传单的工。嗯。干脆哦，你们就在这边直接大叫说：“等一下，我们这边几点就要表演拉萨。”对，就叫他们自己剪。这个我们还有，因为以前春闹我们都自己。这样我们等一下剩下时间要怎么办？对，好了，对，其实发传单是我们拖 round down 的一个计谋。你们还有这个可以用。来，小布拿小布。我们那个面具都黑。好。哎，来来来，快点。你用你用。好。哎，快点，我们有没有认真发？我们是几点会？哎，看到路人就发。等一下，就等一下。好，看到路人就发。就等一下。嗨，你好，你认得出我是谁吗？认得出来。我是谁？不知道。你看，你猜错了。知道。你就拿传单，拿传单。等一下会有表演哦。没错，会有表演。这边。对，来看我们表演。哎，来来来，快点，还有很多很多。我也没办法呼吸。哎，这边有很多学生，快点。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等等即将会有个天团在下面会有一个表演。
表演呢？没有，他们是复仇者联盟的粉丝。对。对，你好，复仇者联盟，等一下要表演。来来，给一下，给一下。他不是。你说他是谁？也不像。没关系，你说他名字。你说他名字。李先福阿普。阿普，你死定了，快点。我是蝙蝠侠。你刚刚也没认出来啊？没有啊。你刚刚也被人家认出来。我没有在那个归线范围啊。哎，我跟你讲，真的哦，现在只要有人认出你们其中一位。外拍可以拍照吗？直接不行，我们在录影。没看我们在录影吗？这位同学有吗？有没有？有没有？你有？就看你们在录影。啊，有没有嘛？来来来，等一下来哦。好，等一下，好不好？好，哎，继续走。好累哦。趁现在把那个他们的粉丝有没有一个一个砍掉？为什么砍他们？后面有一群人，你慢慢问一下学生，学生。这边，这边，好好。穿短裙那个，穿短裙哪里哪里？穿短裙，穿短裙，后面后面右边后面。Hello， 你好。哪里哪里？说哪里？快快快！不是我看不到路啊。阿普，快点认真呐！我们三个看不到路。哎呀，你们不要跑不要跑，你们好。等一下。你发他干嘛？没有，没有，他们走超快，他们超害怕的。白痴哦！不是，他不用跑的。白痴，吓到了。是因为你带这个，是因为你看起来像变态。太扯了，是。而且你还这样超快的。他跑超快，你还拿一根这样。而且他是这样子，哦。哎，身为一个 AV 男优，拿着一根。自拍杆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好不好？你变男优了吗？等一下，对，你怎么说？美国队长啊！是美国队长，是美国队长，我是美国队长。没错，哎，认真快点，还有快点，不是我看不到人啊！快点啊，都有，快点！没有人，刚刚有正妹，你们又不发，你赶走了，都是你害的。这个妹妹很可爱啊，这妹妹可爱，可以给她一张啊。妹你好，我们等一下有表演哦，妹妹。我们等一下在下面 A 8下面会有表演，不来可惜哦。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啊，你是亚力，你是亚力，有这样的是不是？我这样，我这不是。那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吗？啊，你是亚力，还是我们大家就不要互相伤害，还是不要伤害，好不好？我们就继续真的发传单，好不好？我们赶快认真的发一发，然后大家等一下就可以一起看表演。哎，刚刚那群人，那表演没有来看，损失100万。那个女生的腿还蛮漂亮的，又来，右边那个，右边，走过来，走，快点，快点，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个有人想要发传单给你们，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是要去逛街是不是？哦，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有事要跟你们说一下。下面有表演，我们是复仇者联盟。不要跟到下面看。对，在 A 8就等一下而已。有空的话，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不能跑那么快，我看不到路吗？为了你的私心，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选在信义区？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要就运用这个地理环境，有非常多漂亮的女生。不是啊，你每次都挑漂亮的，又是腿又是什么？你可以挑帅哥啊。那我们会不会太早来了？哎，又有了，快！请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有人想要发传单给你们一下。啊，谢谢你，谢谢。他不要，他不要。你刚才不是在跟我们讲话吗？怎么眼神？对啊。你们重要吗？眼光八方。你戴一个面具还可以看那么远。你刚才是被拒绝了吗？我被拒绝了。美国队长。所以你说有人要不打你？你们要不要认真发？到时候我再帮你们发。哎，没有，你也是你的私心啊。对啊。哎，我没有私心，帮我发一个男生给你看嘛。好，好不好？好，来来来，要发出去。那边有。我暂时没有看到男生。你眼中没有。哎，这情侣可以去。好，你眼中没有情侣啊？哎，快点，快，八三幺，快点呐！哎，你不能讲他的名字啊。对啊。他是复仇者联盟。嗨，你好，你好，这么快，对，你好，这么快嘛？对，我们等下在下面会有表演哦。对对，我们只要发个传单给你们，对，A 8下面会有一个表演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对，等一下可以来看。而且女生走好快，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跟你讲，远远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男生？有没有看到男生？是，旁边带一个有穿披风的女生。哎呦，她在等我们，你们赶快去，快点。白色上衣的那个。
然后跑了，他们就在等我们，快跑过去，活力活力，哎，不许跑，不许跑，哎哎，他不要他女朋友，他不要他女朋友，我老直接抓了女朋友，来来来来来，哎，有人要跟你们讲话。哎、欸，你男朋友怎么会就是拔腿就跑啊？对啊，快跑一下！哎、欸，这样子我要跑赢 K 的。哎、欸，你跑不赢我的。起来了，嗨！你又被认出来了。哇，你又被认出来了。真的很棒吧、欸？快点，快点，真的很棒。你好，你好，我们是复仇者联盟。等一下，在 A 八下面会有表演哦。前面楼梯下去就有表演了。我跟你讲，这来很可惜。就是。接下来要在小巨蛋表演的歌单之一、喔，没错，所以就等一下你们几乎是看这个小巨蛋的演唱会的感觉，没错。所以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可以过来一下，嗯，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啊！你们还有多少张啊？那全部发完呢、欸？那全部发完呀、啊！哎呦，你好，你好，我们想要发传单给你们。嗨，你们好。这是请问这是吉拿棒吗？好，哎。好，不是打架，不是他刚刚说，我不会讲中文。他明明在说中文，他明明就在说中文，什么意思？是明哥赏你一巴掌哎，什么意思？你今天一直被妹打枪哎，对啊。欸、一定是我没有把我的这个脸露出来，因为我这人的杀手锏是我的眼睛哦，这是你的眼睛看到、啊，你眼睛有露出来啊，但就是他被这些东西哦，被挡住，你应该要挡更多，对不对？就像你这样子，就像这样子，帅哦，是，哎，认真吧，哎，那边戴毛帽，是戴毛帽，一个人，落单。你好，在等人吗？对，我们是复仇者联盟。对，等一下下面会有一个表演，等一下有表演，看一下。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不然很可惜哦。真的厉害哦。好，你在等男朋友吗？错过不在。错过不在。那在等朋友。错过要再想一下。等朋友吗？没错。好。好的。等你来哦。等你啊。如果朋友帮你放鸟的话，就可以来。朋友来的话也可以一起。好。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你们到底发完了没？你们要几张？我看不到，我什么都看不到。还有五张呢。哎，那不然这样子，我们来，我们先围一圈。哦。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要用一个就是战术。战术。大家分一分，然后我们就集体解散。哦。发，然后十秒钟回来。十秒呢？怎么可以作弊？二十秒，大家就你知道分散，不然就赶快发一发嘛，不然就现在赶快发一发，好，因为发不完嘛，就大家就这边附近都可以拿，附近都给一下拿一下嘛，对啊，来，好棒哦，哎，还是要讲一下你们的活动内容哎，要讲啊，来哦，谁要帮这个复仇者联盟拿一下床单？床单，好不好？他们现在非常遇到瓶颈，就是。他们有手上有50张，他们应该用这个直接这边呐喊吧？对，阿普阿普，不是阿普嘞，我说那个花圃了，对，那个花圃。你要不要直接这样子宣？我也只剩一张哎。宣布你们。宣布一下。宣布小巨蛋吗？没有。在那里。大家好，我们是复仇者联盟，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信义区，是，希望大家等一下来 A8 的楼下来看我们的表演哦。因为今天没看的话，就要9月1号去小巨蛋看哦。好巧哦，哇！好，我觉得这人非常有诚意。我跟你讲，现在你们831可以回去复仇者联盟。复仇者、欸、怎样 ？Sam 讲吧。就是你。我跟你讲，等一下第一首歌，我们先不要把面具拿掉。好，好不好？很难弹，我们就这样表演。因为没办法呼吸。反正你贝斯手也不用唱歌啊。不用呼吸是不是？对，可以可以。哎，我跟你讲，你们现在就赶快回去准备乐器。好，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帮你们就是宣传一下。让我们辅助你们接下来。要怎么走啊？等一下。好，哎，请那个工作人员帮我们带走。帮你们带走。好。我们可以把这打掉。我们可以拿掉。因为我们要加强一下宣传。对。其实你袋子还蛮好看的，也不用拿掉 ，OK 啦。我讲，我到底要带到哪？没错，哎呦，你还是带着吧，你的更乱。我拿一下帽子，拿一下帽子。我讲，现在呢，就是我们的831已经准备回去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然后已经要等一下给我们进行非常精彩的表演。没
那我们就是尽一点点小小的力气，让这些人就是还不知道活动的聚集，对，聚集一下下去那个地方，等一下来准备看他们的演唱会，好不好？好。哎，这两位穿制服的同学蛮可爱的。同学，叫你们啦，同学。请问一下，你们是在刚下课吗？有这么漂亮的制服吗？哎、欸，这是制服吗？学校制服吗？星光三月的制服。啊、哦，星光三月是？哎、欸，你的星光三月制服是不是刚刚溜滑梯的那边的那个制服？是吗？哎、欸，那你现在是翘班啊、哦？没有。刚下班。还没。那你等一下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831的表演？会啊哈，他、啊、给他一张传单好了。哎、欸，一定要去哦！如果等一下没看到你的话，就等一下咯，我们就请网友肉搜了，好不好 ？OK， 等一下等你们来。好。哎、欸，其实蛮多人在这边晃晃的。对啊，晃来晃去。欸、不然我知道那边有人在写床单，好难念哦。然后我们跟他交换。跟我们交换哦？对，我们帮他们写。我们帮他们写，然后帮我们发。对。哎、欸，前 ，Hello。哎、欸，我们来交换一个条件好不好？不要。欸、我跟你讲。他啊，这帮这两个好了。干嘛吓他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这边旅游吗？你们是台湾人吗？不是。哦，那你是香港人。你好，你好。因为就是等一下呢，我们在这个楼梯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很精彩的表演。那如果说你们有空的话，可以下来听一下，因为那个天团呢是即将要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巨蛋里面办演唱会的巨星，然后我们现在不能透露给你们是谁，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不用谢，谢谢。哎，你吓到人家了，我以为香港的朋友啊，上海香港，要找落单女子，你又来。好，那我们不要找落单女子好了。好，有，那找。找。落单男子。哎、欸，这个不错。哎呦，有打扮。嗨，同学， Hello, 你好。你好。你现在逛街啊、喔？对。你喝什么？那个。人家喝什么关你什么事？啊，对啊，关我什么事？对、啊。哎、欸，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在这个楼梯下面。A8下面。有一个就是天团要表演那个他们的歌曲，如果你家没事的话，就是欢迎你到下面听听看。对啊，你可以敷衍我们说好没关系，等一下你可以马上绕跑。但如果你真的有空的话，可以下来看一下，好不好？好 ，OK， 麻烦你了。可以。哎，这现在就可以了。那但是他还是必须要，他是至少听一首歌。必须要。你很忙吗？我跟你讲，我们现在不能暂时现在不能告诉你，可是是天团，他们即将要在小巨蛋办演唱会。对。哦，好。一二三。一二三，他们是单身。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有空的话，好。哎、啊，可以问一下你等一下去哪里吗？我要去接。又关你什么事？哎、欸，他要去接他小孩。这是年轻辣吗？我刚刚还说同学。对。同学，等一下希望你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好，我是妈妈。好，谢谢。哎、欸，现在妈妈也太厉害了吧！现在妈妈都很漂亮，都看不出来是吗？对，情侣。这个情侣。嗨，你们好。Hello。你们是不是就觉得很疑惑，到底那个鼓声是从、啊？我知道你是谁。好的，谢谢。你们是哪里来的朋友？香港的朋友。我跟你说，你们是不是刚刚有一点疑惑，说那个鼓声到底在干嘛？对。我直接跟你们讲，那个鼓声是一个天团，然后他们等一下在那边表演，因为等一下就即将要去登小巨蛋了，所以他们现在这边 rehearsal 一下。如果你们没事的话，可以下去看一下。好。很厉害喽。对，我们没有跟我们还没有跟人，不能跟你讲说是谁。但下去了之后就会知道。你们就会吓到，好不好？有可能是。这不是啊？他们现在戴着面具。好。对，等一下，等一下，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好，拜拜。这两位同学，来下，抓你包包，抓你。抓包包，每次都这样抓。抓包包，出来，过来。哎，力气很大，你过来。你哪里的朋友？台湾人吗？台湾人。那你为什么看到我们就要跑？没有，我只是想录。没有，我觉得
怎么样？心事？不会，不好意思，不会。哎，我跟你讲，等一下就在你的身后的底下，有一个天团在表演。没错。如果你没事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好好好。可以问一下叫什么名字吗？叫陈品玲。陈品玲，品玲。对。我们诚挚的邀请品玲。好，好不好？ OK，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你以为你没事吗？他的同学，哎，他们准备好了吗？他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剩三张而已。我们剩三张，那发掉啊！哎，哎，哎，这两个男生好了。嗨，嗨，同学，可以就是发一下传单给你们吗？因为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底下，我们在 A 八下面，等一下会有一个有一个天团要表演，他们即将要上小巨蛋了。对，但是现在不能跟你讲是谁，就要卖个关子。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好，好，谢谢，谢谢。欸，有没有对男生宣传，然后就比较敷衍一点点？你呀，啊，女生就硬要把他抓。欸，他们好了，好，欸，那我们就下去了。你真的是坏习惯都改不掉。什么坏习惯改不掉？行行行行行，帽子戴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下去看一下他们状况如何。有，好像有蛮多人的。有一些，欸，下面画面喽。我们先，啊，好。没错，哎，可是你就正义联盟的，对啊，你走错棚了。好，你的麦没有声音。好，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麦克风的问题。其实是有的啦，他不是有的。麦克风太大了，那个。哎，赶快大声一点。浩克，请问你们眼镜到哪里去了？浩克。浩克还在。难怪我看不太清楚。对，浩克，你没有戴眼镜。好，浩克眼睛戴起来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开始了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角 Kate。你是？我是宝儿。对，因为呢，在我身后是我的这个乐手们。是。等一下，首先要先带来一首，就是你知道，朱老的心声。对。是吧？ Okay 啊，他没有准备那个吧？你唱哦，你唱哦，你要唱哦。我唱，你们就会弹。不会啊，哎，欸，不行不行，我跟你讲，今天的不是小阿弟，其实还看不到鼓在哪。这是一种考验，因为即将要登上小巨蛋这个舞台的这些乐团们，对，他们在现场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状况。哦，对，对不对？那总不能说，哎，欸，等一下，等我们一下，哎，欸，你已经站在外面的演唱会前面了，你还在那给他等一下，等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只是小小的考验，戴上面具，真的没什么，没问题的，好不好？没问题。哎，接下来这时间要交给我们后面的复仇者联盟，没错。现场的朋友，给我们热烈掌声一下，好不好？尖叫声在哪里？时间交给他们。好，大家好，我们是复仇者联盟，我是。你是？哎，为什么你要笑？没有，你说。好，我是蝙蝠侠。哦，对，那虽然我不是复仇者联盟的一员。对。但是我最帅，我们需要大家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各自自我介绍，首先我们从不能讲话的钢铁人开始。好，谢谢大家，他是钢铁人，因为他是在里面有一个 Freddy 跟他讲话了，他的那个讲话的坏掉了。对对对，大家好，我是嘴巴要露出来的雷神索尔。大家好，我是生气会变大的浩克。对，不是，你是近视眼的浩克。哪里变大？我近视眼，近视哪里变大？青筋会变大。不是啊，近视会变大。聊多久？要聊多久？好，那我们开始。好的，为我们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眉飞色舞 Plus》，Come on。手在哪里？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过。你有一百万个有漏洞，快说破以后再赤裸。事后爱不爱我，理不理我，反思这结果。跟我一起 come on， 谁说我要结果，中间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男的女的。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自由。开始有点伤心，有泪出了，别怕，换世界，看爱的随便，别人的方便，别爱吃一碗方便面。
去为上辈啊，去为不值得的人放红吹，踏实的背背都是准备为什么的爱。你说我要结果，从前不必停留，各位把你的手都举起来，让我看你的手，一起嗨。再大声一点点。说我要结果，从前不必停留。你说我要，你转头再来过。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自由、自由，现在就要只开始。有泪上线，有泪出了别怕弯出剑，他爱的随便变，他方便变，爱成一碗方便面。就不要催泪，让不要催泪，不值得的人放红吹，大事是非非都是是而非。身边我听不见，谁都去都去都去，最后一次都去都去都去 Come on。 谢谢耶，再次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八三呀。前面一下，我们来访问一下，好不好？终于可以。我要第一次有这个歌手，对，或者是乐团上节目，大概有半集是戴着面具的。真的耶！其实戴面具蛮好辛苦。而且他们宣传的演唱会是在半年以后了。对啊，到底在干嘛？到底没有？我们现在是先公布，然后就是先酝酿，请大家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我们的 IG， 我们就会渐渐开始公布更多演唱会的讯息。希望大家没错，没错，因为刚刚都戴着面具，我们还要不要真的再重新介绍一下大家这个各个团员的？好，就从小菊来，好不好？好的，大家好，我是磊成，说了，小菊啊，我会不小心习惯。好，大家好，我是 keyboard 手小菊。Yeah！大家好，我是贝手八天。大家好。Yeah！ 大家好，我是主唱阿伯。哎，忘记自己了。哎，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刘斌。Yeah！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鼓手阿天。最近八三要非常厉害。对。刚刚唱的这首《眉飞色舞》是大家几乎是耳熟能详的。对。然后，而且你们竟然可以跟天后，对，跟天后郑秀文合作，是那什么感觉？就是很兴奋啊，因为从小就看他演的电影，然后听这首歌，然后这次有机会可以跟原唱一起重唱，是很特别的。没错，接下来会不会就是类似，就是一样去翻唱这些舞曲来当做是未来的一个？接下来会用不一样的歌曲，对，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翻碗，都是类似舞曲的类似。神曲不一定，神曲就是很红很红的歌曲。呼吸不说谎啊，没可能哦。噔噔噔噔噔，年龄透露，年龄透露，真的会有。我没有听过，我随便讲，因为这都神曲啊。真的，干嘛？不要这样，我们现场都是一些学生什么的。对，本来想说来听歌，就听到我去唱歌的时候，他们就闪，对，就想走，可以不要把人群轰走。不会，不会，因为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歌曲要献给大家。没错，大概会办到大概晚上十点。那这么久？刚刚在骗他。刚刚蕊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就唱完大概就是一场演唱会就结束了，然后也不用再去买票。要啦，一定要去小巨蛋啦，一定要小巨蛋，对啦，好不好？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歌曲？接下来唱那个我们跟五月天阿信还有小齐哥合唱的《干啦干啦》。妈呀！现场应该没有人不会唱的吧？对，所以大家等一下大声跟我们一起唱，一定要，好不好？我们大家等一下只要唱太小声的，我们镜头反而会放在你的面前；唱大声的，我们就 OK， 就不要就放过你。这么硬啊！所以小声的敢。我们插注意耶，好不好？插注意耶，插注意耶，好，把时间交给好，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唱那个干哪干哪，我踩到我的面具了，我终于可以看到我的琴了，我终于可以看到路了。好，那等一下副歌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声音都借我们，来啊，给我个 key 好不好？干啦干啦 ，Come on， 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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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
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啊零，一起干了干了干杯啦！没有跳没跳跳不回家，拼命躲着的最窝囊，全家的人最鸡巴，最鸡巴，杯子满了幸福圆满啦，杯底干了眼泪也干啦，兄弟害怕那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我找你呀，来好大啦好大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塞好大啦好大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干啦干啦，吉他手刘威，从前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长大，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家做梦想，手接我 come on 来，好大啦好大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好大啦好大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可以让我听一下今天新一期所有各位的尖叫声吗？太小声了吧，各位让我听一下你们的尖叫声，come on，接下来我数到四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唱哦，好大啦非常的简单，应该大家都会唱哦，准备好了，数到四的时候同学们准备好了，那我们的歌迷准备好了，那小妹妹准备好了，来啊，塞，好大啦好大啦，哪来那么多废话，来，好大啦好大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啊干啦干啦，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零啊零啊零啊零，谢谢。哇，是是是是，我又要出现了，因为是是是是是、欸、不好意思，你们是不是有点唱太上瘾了，是不是想要继续下去，但因为毕竟这是个节目，是是是是，我们要把大家想要听歌的情绪一直维持到九月一号，九月一号、哦、你们也好久哦，太久太久了，我们要住在这边了吗？没有，我觉得干脆你们这几个月就先出国玩一玩，好不好？玩半年的，对，玩太久了，玩太久了。哎、欸，我跟你讲，因为我还是要帮刚刚有因为拿到你们传单而来听你们唱歌的人谋福利。没错没错。刚刚有谁拿到传单来听八三幺演唱会的举手一下好不好？是因为拿到传单的，真的真的蛮多人。因为我们现在要选出一至二位上来跟八三幺合照。我还会上来合唱，合照，合照，吓一跳，好不好？来，这位小妹妹，我直接选你了，来来来，好可爱，来来来来、哦，好可爱啊！来来来，让爸爸帮他拍照，好不好？来来来，那你站在中间，那八三幺麻烦帮我们集合一下，给小妹妹这个福利，因为她刚刚下课要回家，吵着要吃饭，她说我想看八三幺。来，一二三，爸爸可以来前面，没关系，不要客气哦。来来来，因为爸爸也是，你知道，现在妈妈夺命连环 call 说，啊，根本等来，啊，朋友住哪里？把妹妹带去哪了？对，好，谢谢，谢谢，謝謝再一位好不好？謝謝再一位，八三幺不要动，再一位，这边选一位好不好？你们还是我帮你们选，你们如果尴尬的话，好不好？哎、欸，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不然你们这一群朋友认识的来一下好不好？好，
你们认识的一起来一下。一起啊。一起啊，一起啊，你们一起、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看得出来他们是蛮始终的。对对 对, 對。他每一首都在唱。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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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人手机帮他来，那蹲在前面了、哦，好不好？蹲在前面。来，有一个人帮忙拍哦，哈，蹲蹲着蹲着蹲着，蹲着蹲着。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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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哈、啊，一二三哈。好，谢谢，谢谢，好开心。哎、欸，我跟你讲，真的很抱歉，今天我们歌就到此结束了。啊、真的就两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什么？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不要停，不要停！你可以撤，你可以撤，你可以撤。为什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来去夏威夷。等一下，你真你还会唱哈？我应该会吧。啊，副歌、啊，我们现在的段落是这样，就是副歌完会接中间的那一段。随便，我就在那边随便拉沙漠而已。啊，来啊，好，直接进前奏。你知道这首歌，我从来没有跟巴沙要合唱过。有啦，没有，个人，个人，对，以前都是团体，以前我都会带一个很烂的团体跟你们一起合唱。你说雨落的那个，我现在单飞了，好不好？因为你现在杜青了嘛，对，跟其他的比较不太一样。好笑，好爽，好不好？你要开始了没啦？唱唱唱唱了，好不好？哦，好熟悉的感觉啊，好感觉啊，这是什么感觉？到时候跳下去，不要往上面哦！好好好，跳下去，跳下去。哎 ，order order order。现在我唱什么，大家就要跟着 keep 唱。这一段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准备好了 ，keep 来哦，来哦。听着说 like you like you， 说 like you like you， 说 like you like you， 说 like you， 大声一点来 ，like you like you， 说 like you like you。继续带来这首《来去夏威夷》啊，再一次啊！刚刚唱过了，唱完了、哦。对，热血巴士，来来来，快点快点！受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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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不是你记得歌词吗？不记得。哒哒哒哒哒哒。真的记得吗？我不记得啊。副歌有没有办法？要我们唱一段副歌好不好？副歌好不好？那这个你就不准唱，就那个唱就好。哎、欸，给个 key， 给个 key， 这个感觉都回来了，你知不知道？啊，来了。每当我用尽全力、尽体力，即使你给我翅膀，带我飞行，最热血的旅行，就像青春，没目的地，只想今天都抵达。留下眼泪，伤心哭，
其实你摘给了我一颗星星，最热切的旅行是我和你的热血吧，是我们夏天的主题曲。好感动啊！一人的青春哎、欸，我们全部人的青春吧。我们就是 Circus 以前跟八三幺两个团一起在努力的过程，对对 对, 對，中间有合作了非常多的歌曲，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变天团了，我变天王了。怎么自己这样讲？天王还是小团？哎，小天王，那多小团是不是？好啦，节目到最后的尾声了，然后还是希望八三幺可以宣传一下你们九月一号的这个演唱会。好的，就是。我们在九月一号的时候将会举办我们首场的万人小巨蛋演唱会，是名字叫做9999加一等于，不是不是，还没名字还没出来。哦，那是什么东西？对，那个是我们在宣传文案。哦，了解了解。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玩摇滚乐团从来都不是台上五个人的事啊，是台上的跟台下所有人的一起完成。没错。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大家可以多多上我们的脸书还有 IG， 都可以搜寻到我们最新的演唱会讯息。好，一定要，好不好？那今天的西瓜装新闻非常的成功，我也非常的有感觉，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大家，我们拜拜，下周见。拜拜，谢谢。西瓜装新闻要跟校园和同学一起欢乐喽，不然让我们有留恋的感觉。不能，不能先。快上！只要朋友有任何需求，写到以下的信箱底下哦，我们就有机会带大明星一起到你们的学校去跟你们一起玩哦。